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点阵私密激光。然后现在这台机的话，总共有五个头，这个是切割头，然后这一个的话是点阵头，是用来治疗皮肤的。然后这三个的话是治疗私密的，其中这一个是用来紧致，另外这两个的话是治疗色素的。好，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操作。首先我们注满水了之后，首先要注满水，然后再开机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模式，就是我们刚才说分别对应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头。这一个的话就是点阵模式，这一个，另外这一个的话就是脉冲模式，然后这三个是私密模式，三个。它可以从这里调语言，调成英文。好，我们回去，然后先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个是点阵模式，用这一个头。它这里是调能量，最高是30瓦，然后调这个脉冲宽度、脉冲间距，下面是脉。脉冲间隔时间，最高是10。走。好，还好是中文，不看。这是回小文。好，调好之后按 ready。按好 ready 之后，这里踩这个脚踏开关，我们一般使用之前先把这一个插上，这个是可以把那个烟啊吹去的，吹走。这是切割的 ，OK。下一个是点阵。写今天的日期还是这单上面的日期啊？今天啊。先把这个除掉。这个可以去脸上的色素、皱纹、黑眼圈，也可以去妊娠纹。好，这个是点阵模式第一个。这里可以选它的形状，然后调大小。它最大是20，直径为20的大小。我们用这个，然后它的能量最高也是30的。OK， 然后这里扫描模式，扫描时间，这个是点间距，然后脉冲间隔时间，然后脉冲间隔，然后我们选 ready。这个是扫描，调好了之后就踩这个开关就可以了。我拿个尺子，有尺子吗？你选另外一个图形。这里是3次，扫了3次，看看我们。
扫一次看一下，然后这里可以是选那个扫描的顺序。没有花啊，那个我是等花，客户还没付钱。乱序这个。谁帮我花了？没有花吧？那客户还没付钱，我要怎么付钱？因为他在旅行，我是马后飞。这是扫描一次的。没有发。哎，这谁给我搞的？快快点把我发了。嗯。这个不是吧？这个。那接下来呢是演示一下这一个私密的。同样，我们先选板，然后go back。这个私密的话，就把这一个去掉就好了。哦，是这个，发的了，知道没有？没走，没走。这个是治疗内因。这里能量也是30瓦，然后它可以扫描，这里是扫描的多少行。现在我们选3行，然后它的扫描次数20次，然后扫描模式是顺序的，就是一行一行来扫的，不是从中间啊，或者是乱的扫的。然后它这里这个是点间距，这里是代表每一行它扫描有多少个点，然后这一个 duration 就是它的间隔时间。嗯，我们不如看一下，我们看到这里这一个点呢，它现在还不正，然后这里我们就要把它调正到这个圆锥顶上。 OK， 现在调这里，好，它现在是在这个圆锥顶上了，然后就可以测试。我们拿一张纸来测试，其实放进去治疗的时候是要先放这一个来隔开的，就是不要让它直接接触。看这里 1,2,3 三行，然后它扫描点数是有20个。这间隔可以调宽一点，调到1。Thank you.
刚才治疗的。另外如果用到要治疗外阴的时候是有这两个，这两个其实都是治疗外阴去色素的。我们先把它拧下来，然后要换上这一个头，停一下，因为这一个头扭下来，它这个治疗私密的时候，这一个是通用的。这个就是去色素的，在这里也可以选形状，这段是15开始下班了。这里会先小一点，这是可以把能量抬高一点，这个是30，这个不能OK。打出来点非常均匀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是要，也可以换这一个，都是一样的。CS 能摆。还有呢？这圆形它才少一遍一行，就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是手十行的，一二三四，从这里开始手十行出来，能量有点高，你比较小一点。
这个能量很低，然后就不会那么伤。还是要高一点。这能量为十，然后看的就不是很清楚。刚才这里是能量为30的时候的。OK， 就是这样子了。